续15天没有回家过，人家是在拍《忆难忘》，那部戏拍了600多集。你觉得徐峥在康熙讲话脸部没有什么表情，是因为他要把运动肌肉的力量用到演戏的时候用？我觉得他是其实非常困，他是打起精神来跟你讲话。刚才我们也讲话。明天晚上10点，中天综合台《康熙来了》。